好，我窥视一下门，有人吗？看到他了，他拿着枪，我就窥视了个头。嗨，肉爸爸的，我是丢了死。我带我成 BB， 喂，你们好，我是阿布超。那么今天，我们佛伯勒小队接到上级的任务，要来这个小屋里面解救人质。都准备好了吗 ？Everybody， okay, 准备好了。哎，陈 BB 拿的啥呀？什么呀？我这是干嘛？我就握了个拳，我在给你们拜年吧。新年好啊！新年好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那我们仨在此结义，好吧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哎不行，不求了，不求了，一块死啊！这个门哎呦，会有人吧？喂，还没人，可厉害！大惊小怪干什么？吓我一跳啊！来嘛来嘛，往前突入，还远光谁呀？啊？哎，这不远光狗呢？哎，我也来，开近光行不行啊？有人一来我怎么开呀？他的眼呐，近光都不会啊！哎，像我一样啊，这样走路。哎，算了，关了，关了。等一下，人在前面你都看不见，怎么可能呢？啊，有你们在前面好吗？也是啊，后面有没有东西？哦，我来，我来，来来来，往里面看啊！装备我的光杖，瞄一眼。光杖是啥啊？没东西，我也看看。吓我一跳，亏一下。哇！你是个啥呀？啊，排机票吗？撞门锤。我好凶啊！这个这门，这还能用啊？不能用了，哎，我可以从中间穿进去。真的假的？啊，穿不了呀！穿出个人形出来。没人吗？哦，怎么一个人？这墙咋裂了呀？我不知道啊。我震碎了吗？哦，不对呀，我没有这么大威力吧？隔门打墙。哟，有个电风扇。哎，我来吹个风。不是，这么快吗？这玩意转的这么慢，还不如我嘴给你吹呢，这是。哎，有口臭。哎哎哎哎。一个冷的，一个热的，嫌弃我是吧？鸡蛋是吧？你啊，给你吃个枪子儿。这啥呀？厨房？不对呀，这边好吃的呀！啊，哎呦，有大宝石！哎，这有收起来自己用。这有一脸盆的汤啊！哎，你喝两口，尝尝味道，麻辣烫吐雾吧？哎，谁吐两脸盆呐？啊，谁呀？那他的胃酸也太多了吧？嗯，快，这有个门，我们可以进去。我也来吹一吹。那你在干嘛呀？你也来吹吗？哎，我也来给你吹吹。快看一下门后面有什么？就真是啊！啊，也是啊。来，你看，啥事啊？看呢？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哎呀，我咋听到有个拉环的声啊？呜什么？你是悍匪？哎，悍匪！把门撞开，你们就开枪好吧？啊，你能撞门啊？等一下，还有个平民，他跟那个平民站在一起的。你看，海鸡炮就位，两个人，两个。管他是啥，三二一。撞吧！哇哪个是悍匪呀？哪个是悍匪呀？哪个是平民啊？在里面，在里面！哇！他把门关了，他把门关了，他锁门了！别想锁门！我被卡着了！谁一边关门？救命！救命！他把他绑起来呀！他动什么？哎呀呀！绑啥？咋绑啊？哦，我绑着，别动啊！绑着了，绑着了！你小子，哎，你为啥要绑平民啊？啊？你信不信我把你发到平民吧去？他是劫匪啊，他是劫匪，叛徒。好，我窥视一下门。有人吗？看到他了，他拿着枪，我就窥视了个头。哥你没啦？他咋就打着我了啊？我就落了个小头头。突破！谁在关门？救命啊！谁在关门？这后面一直有人关门，踹死你我！他怎么投降了？投降了呢？他打了我，咋就投降了啊？哦，哎呀，跪下！他知道错了，你看这，哇，杀个人我认个错就行了吧？那要警察来干嘛呀？哎，我掏出我的催泪瓦斯，你干啥呀？哇，关门，关门！不是，还没爆他们就咳嗽了啊？没戴墨镜演员呢？这俩演员，哇，漏气了。啥情况？孙悟空了，我人间仙境，我来到了天庭。我们上次任务失败了啊，我们第二次来执行这个任务，希望他们不记得我们哦。假装失忆是吧？这回有没有人呐？又这个有门框没门的？啥？有吗？你干啥呀？你不说有人吗？没有，把我吓一跳，我真是谎报军情。你吓我，我就不能吓你吗？真的，搞得还以为我失明了。哎呦，这怎么门是开的？哇，开的！你看，开门红啊，看看没？哎呀，我闪开一颗雷，好吧？我没有关吧？哎，放个烟花！哎，我也给他来一个！哎呦，哇，炸死你们！哎呦，高高高！我感觉安全了。来了一个尸，不全开了呀？
蹲下蹲下蹲下，呜、哦，别动啊！他怎么直接出来了？啊，别急别急，哎，我先把门关一下，哎，这咋还有两个雷呀、啊？啊，是我们丢的啊！哇，有劫匪！哇啊，小心小心！哇哇，咋样了咋样了啊？哦，干掉了干掉了，击毙！你击毙了劫匪，我把你发到劫匪吧去。哎，这还有一个，两个两个。两个平民，我的天哪！跪下，跪下！哇，我是绑一个，跪下，跪下！别动，别动、哦！你的名字叫郑吗？哎，你们来看，把郑门焊死，防止有人逃跑。这个小黑头长得太黑了，我都没看见他，真是刚刚。我帮你罩着啊，我帮你罩着。嗯，绑住。一下好了好了、哎，都汇报了吗？等等，还有声音哎，好像有吗？是我喊的吗？啊、是不是这个谁、哦、啊？我先把门关了，快推试一下。All right, all right， 我来看一下啊。啊哈，哎，我偷瞄，瞄啊、哎！我已经偷出来了。有人，我看到了，悄悄咪咪。什么人啊？什么人啊？我不知道，看不见他躲在角落那里。你们瞄准啊！三，啊好，我来看雷，我来看雷，我来看雷。啥？你这个雷怎么延迟啊？你这个雷，又是他！救命、啊！逮捕逮捕！小伙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怎么都是兄弟呀、啊？啊！来光滑抓起来你看不起光头是吧、嗯、他光头疤了啊来光头疤有这个疤吗 啊, 啊应该有吧去我去搜搜这个疤那个疤我也发特警疤了你、哎、这边我可以直接看过去的我能不能直接丢个雷啊哦丢又是个小光头、哎、丢怎么这么多小光头啊啥玩意啊啊这后面不会有雷吧小心点没有、我扔的直接开的呀蹲下蹲下哦绑住绑住就一个小光头吧、哎、安全、哦、我把他头按在箱子里了哎撞一下没磕出血吧啊应该没有啊头挺铁哎，还挺光溜的。一下，你干啥？哇，什么呀？他跟他对聊。小光头，我你也太坏了吧！我录下来了。他是雷神了，我已经录下来了。发到平民吧啊！光头发。啊，到这个门了。哦，哎，之前是开过的吧？真的假的？啊，是你自个儿关的。啊，也是啊。我来看一下啊。这没有人吧？啊，没有人，有个电视机。哦，那就直接把他撞坏。干啥？你要回收吗？哦。没有人啊，收电冰箱。哎，我走第一个。什么事啊？啊，刚刚有人喊了一声。啊，有人喊吗？啊，啊，不会有人突然冲下来吧？不会是你们喊的吧？啊，啊，应该是。哦、等一下，又一个小孩。着急。哎，没人。楼上上面没有人。没人。啊，没有人。Let's go, let's go。先把一楼清喽。All right。哎。哦。有人是吧？是不是还没遇到劫匪、啊？这是个洗衣房。谁没遇到劫匪呀、啊？啊，我们都遇到俩了。也是啊。哦失忆了，光头样我，带了枪没带脑子，别急别急，哎，好，直接走，哎哎，怎么关回来了、啊？哇，有个扫地机器人，哪里啊？啊哪里 啊, 啊？是个盆啊？这是盖子吗？哎、扫地机器人，你视力不太行啊？怎么这么多门啊？这是啥呀？哎，我再偷窥一眼，哎，这是什么玩意？踢开门，哇，直接躲开，哇。啊！雷啊！闪光弹，闪光雷！哎，我怎么没被闪到啊？啊！我不知道啊！你哭了，你我哭了吗？你哭了，都飙泪了你！不，这里有没有人啊？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啊、安全的吗？哦，哎，地上没弹吧？有没有陷阱啊？原来如此，那当然没有啦！还好刚才那个不是手雷吗？我们就没了。哎，这下面怎么开着灯的呀？哪儿呢？哪儿啊！我看到了有光线，里面有人的可能性很大哦。来来来来，瞅瞅，让我看一眼。你别，我就扑救很爽。到一个地方就喊一句好吗？没有啊，扑救很爽。没有啊，开门。我看有没有陷阱啊？别着急。谁喊的？头盔里说话。我说怎么这么闷呢？这声儿。锁住了。来来来，锁了。拿出你的迫击炮。是吧？迫击炮。呀。啊！这个迫击炮有什么用啊？拿来看这个脚都比我的迫击炮强。啊，也是啊，是不是迫击炮一炮就能把门砸开呀？啊，那不废话吗？嗯，等一下，咋了？怎么这么多脚印啊？哎，哪有脚印啊？哇！哦，这是谁踩了翔吗？不会是我吧？你无聊不是要踩翔干嘛呀？开一下，有人没？没人，这到外面去了。安全啊！我们要去二楼吗？我们要去二楼吗？现在去二楼吗？哦，对呀、啊，走吧，去二楼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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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move move， 这墙上印了个什么大蜘蛛还，还没奇怪嘿。哇，有人！啥？这有个劫匪！攻击他！攻击他！大家！哦，吓死我了！太可怕了吧！快上报给劫匪吧！
你们等着啊，我们来了一个小兄弟啊！哎呦，没人。UVI clear， 看这个燃气罐。你干啥？我就在旁边呢。不要慌嘛，我就测试一下是真还是假，好吧？我，嘴巴的人都惊呆了。我们是佛伯乐吧？什么劫匪吧？我能可能上去啊！慢点，慢点，慢！你是哪儿了？有反应吗？哎，我走地狗，我拿喷子了，知道啊？我在人可雷，别急，别急！你别扔到我身上啊！有人吗？我要守住态度。没人吗？照心理学，感觉会有人。你走啊！你卡住了。好吧，没有。哎，我带个夜视仪看看。哇，夜视仪看得好清楚啊！这还挺深的，这些人啊。夜视仪，眼睛都凸出来了，你好绿呀！这不是开的？哎，啥？哎，你看我头上绿不绿啊？我都没看见。哎呀，绿到发光啊！哎，我看看你们的视角，还看远光。哎呀，哎呀，万一瞎了，瞎了。哎。没人吗？陈碧碧怎么受伤了？啊，这个门开着，喂，我先关门。哎，哇哦，机不机智吧？啊，再看一眼，来看一眼。哟，看到啥了？劫匪啊！哇，我要拿西斯拉。我的雷也准备好了。等一下，哎，点个。哎呀，开门了！我们开门了！哇，清空大家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门关上，堵住，把门关上。汇报，汇报，了了，别。着急，这个门应该不会拉开吧？我拉开那就牛逼了，你别吓我！来，我捏雷，我捏雷啊！再来个 C 四，我捏雷了。好，你拿 C 四干啥呀？我发蹦，哇哦哇哦！大家快 ，move go go go！ 哎，人呢？你干啥？你干啥呀？你干嘛呀你？小心小心！哇哦，击毙！吓死我了！报告报告，还好我枪声压制住他，他以为我在换子弹。这个劫匪想亲我，何以见得呢？啊，受宠若惊，我真的是直接贴我脸上了。豪华大厕所，还是两扇通的。换个弹夹。喂喂呦，啥玩意儿？啥玩意儿？是个平民，哎，吓我一跳，真的是。来，这像平民。哇，啥情况？啥情况？我帮你报仇。呀，没了。谁是谁没了啊？是我，三弹狗没了，迫击炮手没了，掩护。我，别着急啊，太阴险了吧这个人。我们开始突了，好吧？行，干干干，来嘛，小队冲！不怕，有雷有雷有雷！什么？耶！啊，谎报军情是吧？什么？没事啊。哇，这什么雷啊？哇，我操！后知后觉呀！临时雷吗？啥情况？我傻，我是外吗？我肯定走了五步。哇，五步雷！我傻了，太牛逼了！我们下一把要小心了。好恐怖！好了，美军先到这里吧。生活往往比游戏更有趣，毕竟在这世上有个被称之为你的奇迹。我们下期见 ，Enjoy wonderful life。